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成功，你们谁见过凌晨五点的芝加哥？这里有人报案，您是侦探是吧？什么情况？哎呦，您可来了，等您半天了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倒一杯，辛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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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您要坐会儿吗？嗯，还不错哈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 MG 联赛酒吧，我们这儿最厉害的联赛叫 MG 联赛。中国有厉害的联赛吗？有啊，在不是很厉害的联赛里面，我们算最厉害的。最厉害了。对，你是酒吧的，我是老板。嫌疑人何前辈，被害人球队前辈。气质不像啊。哦，我原本也是运动员出身。那就更不像了，是吧？哎呀，凌晨五点钟你跟我聊气质。哎，今天欧冠联赛，欧冠发生什么事了？死了一个人。对不起啊，我是来过路过的。好 OK， 这是什么？您侦探还怕死人？小何啊，我先说吗？对对对， okay， 何老板好。我从哪说起呢？从酒吧开业那天。酒吧开业那一年，那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创业的日子。嗯，那我本身是一个足球运动员，大家也看到，踢了多少年？哦，很多年。你怎么可能在足球场混那么多年啊？我就是其实是靠我的姿色。侦探有个非常重要的讯息。侦探，好，你说吧。我听着呢。我们是第一。我听着呢。他把耳朵朝给你了。我能不能看着他听你说话？他是别人的哈尼，你就死了心吧。我再给你透露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我的那个洗手间从外面也可以去的。什么？就你的酒吧有前门和后门？你看啊，他四点一刻离开酒吧，他可以进入到这个球场，这是我的球场，然后他可以从这儿，杀了你，杀了你，就这样子。那个剧组停止供应啤酒了啊。这个啤酒度数有点高，我觉得现在这个破案已经难度很大了。我是面对一群醉鬼在跟他们聊天。你为什么第一趴就一个是隔音很好的厕所，一个是空间很大的厕所。我上的是隔音很好的厕所。是几号？二号，应该就是二号。我在另一个洗手间，其实听不到那个洗手间如果有动静殴打。所以这两个洗手间目前设计成了一个超大空间，一个非常的隔音，它一定是有用的。对，超大空间是便于作案。哇，作案，作案，案案。但是老何跟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 FBFB 的关系。什么？FB 是什么意思？ FBI。 FB 是 football。 我的这个侦探牌口服液，这劲儿好。第一个 FB 是 football， 第二个 FB 是腐败。腐败，足球腐败。一个好好的绿茵场被你们搞得乌烟瘴气。我不是足球场上的腐败，是拿每一个热爱体育的人的信仰在开玩笑。说到这一点，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有愧，尤其一个当年在足球场上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去拼搏的人。球场有赋予我。哎，我觉得我今天那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看他一眼吧，不然他等一下又觉得你是凶手。一会儿我那瓶酒满了。包括你头上缠着的这个东西。哦，就这是我自己凹造型用的。反正没关系，我们还会。这个也是我的。条状物体，一起排着队那样进去，好吧？好吧。你换个动作。来，背。终于被你们玩了一次，过来，站到光线最好的地方，把灯给我打亮了。你看，先别打扰我，我有重要事情。好，您搜。哥被你吓的，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地上这么找。因为我跟他说了，我说我只有这一点能够洗脱他的嫌疑。我还有一个觉得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那个血迹到底是什么。这个绝对是今天最深的一个证据了，这是个树木娘。你的意思是他在那儿洗过了？洗的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洗？如果他只是洗了手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任何可查证的东西了。不对，但如果他洗的是一样东西呢？这个池子里的血迹是在告诉我们，
凶手是最后一个用洗手池的人。如果凶手在之前，杀了人的话，后面上厕所的人洗手就会冲掉，所以这个血迹一定是最近最后一个进去的人留下的。小白是最后一个进去的。如果你没有说谎的话，乔吧，乔进去两次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谁最后一个进去，谁最后一个用洗手间。哦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这个神坛，对吧？好，开会吧。哎呀，凌晨五点钟你跟我聊气质。我现在要先观察一下你们每个人的表情。其实侦探就是想免费喝我们酒吧的酒。请问你世界上最好的啤酒是什么啤酒？好，我就不做广告了，你要不要尝一下？啊，我不如干了这杯。啊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报案之前的五点半的这个时段当中。我五点半之前，不好意思侦探，我稍微提醒一下，因为五点半我发现他的时候已经死了。对，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，当然就是在五点半以前，但如果你说的是假话，很有可能他是在五点半你给我打完电话以后他才死。请尊重我的推断。我不太能尊重，我还人还没弄死我就先给你打电话。对啊，因为他那会儿已经晕了，你打完电话报了案，证明了自己不在现场之后再过来帮忙。侦探，我进来的时候门是锁的，从里面反锁的。你说了你把它踢开的，对，你完全可以打完电话干这些事儿。我就这么怀疑你。好，没事没事，不要吵。初步侦查之后。这么看，对对对，你倒立看，这就是我，你看，有中年人这么活泼啊！来来来，说谁是中年人？他比我还小呢。中老年。然后那个真战士送给他的 这张卡片，是他们说明他们有关系。真战士是我的男朋友。他终于承认，不是你不刚。死者跟我是一个情侣关系。知道，杀掉他。杀掉他。是跟他来的时候你认识他的吗？没有。请大家忘掉正义、公平、痛苦的故事、人性的毁灭和堕落，因为你们将不会在这里听到这些陈词滥调。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正义。他刚才说是否我是陈词滥调。对，没有，我是在假装那种法庭戏，上来律师不都先说一大堆有的没的？因为我刚讲完你就说忘掉那些陈词滥调，我自然就对先把这个气势提起来，就是这种。请何串串投票三。哎，等一下，什么叫三？你着急去哪儿啊？四。别四了，又往回数。三。我要去下洗手间。不要打，我二弟。我决定，我举起来的那个手就是我现在要投的那个凶手，他就是。第一个，他是唯一一个知道弟弟是被劣质的钢丝害到，而且知道弟弟要失明的人，他也是最后一个接触薇娅一的人，所以我投给。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《明星大侦探》的第十次案件——英雄不联盟事件中，被指控的大魔王真的是杀人凶手吗？金条拿来！现在我宣布，各位检举。写着一个龟字的串儿，龟，这绝对想不想
谁报的案？哦，是我报的案。你是侦探吗？我是何侦探。你怎么穿得像个师爷？嗯，你才像个师爷。我本来就是师爷。这位是姨太，我觉得如此貌美年轻，应该是五姨太以后。你是几姨太？六姨太。嗯。大天师交代我们每一个人吃完饭都不要乱走动，因为他要做准备。吃完饭7点钟的时候我们就都散席了，但在陆续离席的时候，您去做什么？人有三急，大的还是小的？大小混合。大小混合。哇，是个痢疾。你离开就是去厕所了？去厕所，这个意思。对，我现在有要紧的军务要处理。快去快去快去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大的小的一起来。好，行了，带个皮儿不都解决了？哎，真的好帅啊！哇，真帅！哇，但是我们发现了，那我们的鬼跟我们的真大帅有爱慕之情，中间有很多的那些说不清楚的事情。哦，所以说，我现在最怀疑的。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啥呀！来，现在快进。傻逼！于是。你真的太有才华了，多才多艺，驱除他们，光复中华。我的证据非常简单，死者。我先搜搜你好了。此事太蹊跷，让人好烦恼啊。掌柜，少帅，您还有什么线索？好蹊跷，我第一次看见有人搜一个带枪的人，搜的这么理直气壮。小心枪会走火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？不要休了我。是。你在看过。啊，我从来没有玩过枪，你可以教我打吗？打一枪。哦，原来是这么打。提前跟我商量一下。我干嘛要跟你商量？你这么做太危险了，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去做这样的事情？那就是你干了。你要跟我商量一下。我哪有不跟你？你才跟我商量一下。你都没跟我讲实情。我当然得跟你商量，我不仅跟你商量，我还得给人做法。你不要一直那样弄你的头发，我真的会爱上你。谢谢我。什么形式现在先做法？你看搞乱了吧？你看。你有本事把我绑上，你就过来蹂躏我呀！我来了，绑上我以后就跑了，算什么好汉？什么地方？好重的味道！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三等舱吗 ？Oh no！ Release me！ 如果我们把你放开，你就可以乖乖说中文吗 ？No！ Really？ No！ 那咱们走吧。Where are you from？ 啊 ？I from Mexico, America。美国，我是美国钢铁大王李儿。你是美国的？美国吗？美国。好啦，我有钥匙。喂，为什么你会有钥匙？为什么你会有钥匙？因为是我的管家把它锁起来的。哦。为什么你把它锁起来？你信我用41码的鞋踢到你42码脸上吗？哎，你试试看。你来呀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来呀！哎呀！哇！哦呦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啊，小可怜，小可怜。Everybody，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？我干的。谁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情况？来来来来，去那里。There. 若斯，你想去哪？再弄一次试试看。我要到头等舱去。头等舱，来。No， 你不可以过来，请出示你的头等舱的船票。你确定你跟着他能够找到什么东西吗？小心头！哎呀，调皮！我来。你能待会儿再进来吗？这容不下一山不容二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这位哥哥在任何一个方面我都不能退步。感情的世界里容不下两个男人。这位哥哥，你先退。哦，我给你挤过去。幼稚鬼！你们俩先玩着啊。咱们可以高低同框，你看，这叫高低同框。哎，这里这叫左右同框。这里有两个痕迹，痕迹看到。你跟这个人在一起，难道真正是为了追求你想要的生活吗 ？No， 他就是个富二代而已。
但是我们家缺的就是钱。他又不是钢铁侠，他每天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，难道他吃铁吗？但他有钱。拉铁水吗？他有钱。他不是。他有钱。他突然攻击上你了，主要是帅。帅，对。哦、他还帅。多金还好看，多金不金。身体还好，又瘦。他帅什么？鱼尾纹比我还多。哇，你看你那个，你看我这崩的，你就别说人家，你满脸抬头纹。对呀、啊，你快点的，你满脸都是抬头纹。Gross。我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上流社会的人翻脸跟翻书一样快。我一旦干了这件事，他一定会把我第一个出卖掉。我傻吗？所以我把他直接扔在那个枕头旁边。表面上说爱你，然后不肯为你做任何的事。他应该是一个有枪的人。OK。也许你也是个有枪的人。我有枪，你看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上流社会的男人一般都会有枪。海盗也有枪，船长也有枪啊。所有的男人都有枪，就我没有吗？所有男人都有枪，所以你也有枪。没有没有，把它挂在窗口，然后用一根烟，或者是你看我们那么多火嘛，去慢慢的烧那根绳子，然后它用这个时间回到我们甲板上，到那个烟点到那儿的时候，回到我们的甲板烧断，然后绳子烧断之后，它就变成定时抛尸。再见啊，大家再见。那个叫卡尔的人，嘿，麻烦你看一下海洋之心在谁身上。在谁身上？还我清白！我虽然抢你的女人，那你还是抢了我的女人。你太高了，你那个……我先脱鞋。那个，给我拿一个垫儿。我先脱鞋。好好好好好。我感觉像在飞翔。那就飞吧。救生圈放气，然后呢？它瘪了，不就掉下去了？不瘪的时候，它是会卡在窗户上的。你试一下。完美。不瘪的时候，它是可以卡在窗户上的。我怎么会去买了一个假的海洋之心？这太荒谬了。就是在民间传说什么路易十四，然后再一拍卖行一叫价，你不就傻了吗？你们上流社会智商也就这样了。所以非常有可能这个船上并没有真正的海洋之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没有理由一定要在这个船上。所以你觉得它不是定案的最终的证据？除非是比如说它就是在公主的那个木乃伊身上，然后被针拿走了。如果它是这么大一个东西能够藏的地方，我们基本上都找过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直接证据一定不是海洋之心的，对，一定是比它更小的东西。对，那我看到了 Jack 在人群当中， Jack 也是我的仇人，所以我就在人群中那么看了我一眼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然后就把我靠床上了。对，你本来想打算把我怎样呢？好东西，这是 James。James， 哎，哥们儿，别说我是三等舱的，好烦啊！哎呀，来，这个我未婚夫那里有一盒，好不好？来，欢迎萨侦探，好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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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下一个，你猜是谁？你在假笑吗？你参加颁奖礼都要假笑的吗？放松。高智商双北和萨CP，为什么我就不能不去？他是一个非常温暖、非常善良，而且也很保护我的哥哥。好讨厌。神坛。对吧？嗯。女士，你真的太有才华了，多才多艺。和微笑哥哥，微笑哥哥，微笑哥哥不介意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微笑，我也动机，枉费我对你一番情谊。我在这一次的案件当中完全不怀疑他，撒微笑，爸。何香水在他整个质疑我的过程中，他一眼都不敢看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对眼。我倒觉得很像你。你说所有的怀疑，我是最有嫌疑的嫌疑人。
先恭喜撒老师，你改名撒老师，改名叫撒撩撩，撒撩撩，这谁撩谁？我撒撩撩，我太好了这个名。哎呀，好，你瞧他得意。接下来呢，有请撒撩撩特别来宾，花式虐狗奖。我听到一个总裁说花式虐狗奖，我为什么觉得那么可爱？获奖 CP 是。凭借《相爱相杀有点甜》获得花式虐狗奖的名侦探是何萨 CP。 我们能不能为什么我竟然赢，我怎么可能会赢王王、啊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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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属神器，荣耀 V 八，谢谢。还有一张专属的荣耀 VIP 终身卡，哇！每年使用荣耀旗舰手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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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总，谢谢，感谢荣耀，嗯。今后我会继续加油，继续虐狗。你考虑过狗的感受吗？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来这个节目，我并没有想要和撒老师发生什么。而且你以为我是有预谋的吗？而且这我也是激情犯罪啊！我不知道双北 CP 何德何能得到大家的支持，可能是因为越不可能的事情越珍惜吧。所以呢，在这里我祝你和李白白头到老，白头到老。我是为了通过这个节目让人看到，人和人之间，在最纯真的情感之上，还能发生什么？其实够了。凭借我走过的路是你最深的套路，获得全市套路奖的名侦探是何炅。哇！恭喜何老师，恭喜何老师！我走过的最深的路就是你的套路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理念叫不患穷患不均。我的卡片里面跟你们写不一样。哎，你写的是什么？我写的是78寸曲面分体电视。